行刑遭性侵事件震碎了三观。毕业，跨国企业高管，中美两国的历史执照，每一个 title 都在为人品靠谱添加筹码，却不曾想到处于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鲍玉明，竟对14岁少女进行了长达3年的性侵。两天，知名媒体财新在稿件中用玛丽苏恋爱的口吻，把事件美化成一个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。特稿采用的还是收费阅读的形式，不充钱就不给看。可我想说，这种文字不配。多的多次报警，难道只是恶作剧吗？被侵犯的痛和恋爱的甜分不清吗？别因为少女年轻就否定她对侵害的理解，更别假借慈悲的名义来美化自己的肮脏。14岁女孩有多大能耐？水果硬糖是美国的网络俚语，只为成年少女。女主海莉就是这样一颗糖。和14岁的同龄人比，稍显叛逆，短发帽衫，除了五官和婴儿肥凑出来的甜美，很容易被误认成假小子。课余时间，他会逛聊天室，和比自己年长的异性唠嗑，聊着聊着就溢出了情欲。很快，他和网友杰夫奔现了。幸运的是，杰夫并非见光死。32岁的他高大俊美，风度翩翩，鼻梁上还架了富有文化感的黑框镜，这外形足以让异性一眼心动。可惜遇上杰夫，他们坠入的不是爱河，而是万丈深渊。杰夫是 Pathfinder， 专门在网络聊天室里寻找年幼的猎物。他吸引小姑娘们注意，用的也是 P 又 A 那一套。首先打造高端人设，指名摄影师，专门给模特拍大片，职业高尚，收入颇丰。接着通过聊天观察女孩动态，掌握对方兴趣爱好。海莉提到的音乐电影，哪怕小众杰夫都能说个一二。少女一听，太有默契了，这莫不就是缘分？可你品，你细品，其实这话百度百科一爬拉一大堆啊。海莉看上一件 T 恤，杰夫二话不说买单。真爱就是舍得为你买买买。一件印花短袖顶多骗骗14岁女孩，有本事买 LV 也能这么阔绰啊。聊完物质基础，就要升华到形而上的部分了，事业、理想、人生。当女孩渐渐放心防备，仰望并且信赖她的时候，杰夫就成功了一半。下一步是带她回家。杰夫家的墙壁上挂满了带有性暗示的少女照片，看到这，真替海莉捏了把汗，感慨少女 too young too simple， 不知这世间的人心险恶啊。俩人相谈甚欢，还干杯了鸡尾酒。没想到事情在这一杯下肚之后发生了惊天逆转，水果硬糖变砒霜。清醒后的杰夫发现自己被海莉绑架了，原来从一开始这就是海莉布下的局，配合着杰夫一步步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，激发男人成就感的模板。哇哦，真的吗？你好厉害啊。开点带颜色的小玩笑，诱惑他精虫上脑。做足准备的海莉可以说一打一个准，目的是为了给这闺蜜唐娜报仇。杰夫和他的同党艾伦合谋虐杀了唐娜，海莉找到了艾伦，并以同样方式相逼。艾伦爆料人是杰夫杀的，他把杰夫绑在椅子上，逼他承认罪行。在此期间，海莉挖出了杰夫的软肋，初恋吉奈儿，利用吉奈儿的生日数字，打开了藏在鹅卵石下的保险箱，里面的照片坐实了杰夫的恋童。全片高潮出现在海莉的报复实践中，第一阶段，阉割杰夫。躺在桌子上的杰夫，脸胀得通红，满头冒汗，他恐惧至极，表情生不如死，大喊：你不如杀了我，让我吞玻璃茶也行。内心估计早炸了，这他妈是老子的尊严啊！后来发现性器官还在，几乎要喜极而泣。第二阶段，海莉和杰夫的心理战。海莉给他两个选择，如果你直接跳下去，我会淹没证据，不让吉奈儿怀疑你，他会后悔当初离开你，反之你会坐牢，比自杀还惨。作为一个恋童癖，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罪有应得，名声还是生命。最后他选择保住前者，自己套上麻绳跳下了别墅天台。其实杰夫没死，换句话说，海莉根本没打算让他死，他准备了足够长的绳子，直到杰夫摔落在地上，绳子也没绷直。海莉再一次玩弄了他，在经受失去生命的巨大心理折磨后，自开一个想死却没死成的结局。而海莉呢，插着口袋戴着兜帽，完成了复仇计划，悠哉悠哉地离开了是非地，亲手整治渣男，并让他被看不起的弱小势力狠狠羞辱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确实解气。但水果硬糖不只有爽，官方介绍这是一部惊悚片，越回味越压抑，越让人不寒而栗。正常14岁女孩正读初二，无论身材还是心智发育都不够完全，可片中的海莉明明自己还是个萝莉，却能把萝莉控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拥有与年龄不符的阴毒，很辣。海
海丽不是天生如此，而是被环境逼迫成这样，她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。片中印象很深的片段是杰夫狂吼，你到底是谁？他回答，我是每一个你窥视过、触摸过、侵犯过、伤害过的小女孩。海丽的闺蜜唐娜不是唯一，同样的李星星也不是唯一。回到现实，受侵犯后站出来重拳出击的强势少女少之又少，她们更多的是连把攥紧的小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勇气都没有。13、14岁的年纪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根本支撑不起去寻找证据、争取支持的动力。如果没有坚定的声音在耳边说勇敢、坚持，你是对的，他们会更迷惑，甚至分不清对错。也可能就像李星星、林奕涵那样，假装自愿，假装爱上他。性侵的事实不会反转，但女孩的自我保护可以提前。在轻佻的目光、过界的语言骚扰和任何感受到侵犯的时候，希望你们能勇敢大声地说不。愿每一个曾经弱小的你们，长大后都能活成有力量的女人。